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票柜，很少人去关心。我们过去说实在的，以前我们都骂国民党，但是这一点我发现国民党比民进党做得好，因为整个的票柜设计是有安全要求的，你们知道吗？它有防火要求。哎，结果这次改成什么？纸箱。请问国民党的委员在审查预算的时候在干什么？这两三年很多人在讨论为什么中选会要把原来的票箱都改成一些比较暂时用的纸箱。那中选会有出来说这个是为了省钱。那我是中央选举委员会选务处的科长王小林。其实中选会用这个纸票柜是近年来是行之有年了。那目前所使用的票柜就是大家知道的是采用铝合金跟塑胶瓦楞板做的，又有人讲说这是塑钢啦。然后这个材质虽然它有质地坚固耐用，但是也有一些缺点啦。第一个，它价格很昂贵啦，制作成本昂贵。第二个，搬运移动不易，然后维修费用较高，以及保管空间缺乏。可是他们本来就有那些票柜，也是我看到很多影片，就是说他们故意把总统和立委票柜变成纸箱，然后他们用原来的票箱放在用来做那个政党票。所以从他们的行动方式，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只是要故意把总统和立委票箱变成纸箱，不是为了省钱因为那些票柜他们本来就有了，可是他们故意不用。所以中选会大概在102年开始的时候就有开始在做这个纸票柜的研究。那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是103年地方公职人选举的时候就已经在用了。你认为一个国家的票柜应该要一致的，就是说全部都要一样吗？还是你可不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投票柜？这个绝对是要一致的啊。这个台北市长因为2018年监察委员加入参加，纸箱也有破裂的，封条没有好的，这个用以前用的木箱啊，已经几十年来都用这个纸箱，而且在省钱绝对不会国家穷到这样。你买一个云霸战车就全部可以换新的，一部就可以全部木箱坏的可以制造新的，这绝对不是经济的问题，是存心要做票的问题。嗯哼，绝对是存心要做票。对，那我告诉你，顺便你还年轻，过去我们台湾还甚至票箱那时候纸箱票箱不能做票啊，但是他有一个方法，就停电时候把票箱换一个纸票箱搬进来。这个是经常发生的，这个，但是现在因为停电不可能了，有这么多监察委员来看啊，老百姓来看啊，所以就要换成纸箱可以做票，可以做夹层，很多奇怪的方法就可以做，所以纸箱绝对不对。请大家检查一下投票柜里面都没有东西吗？这个拿走的。所以你觉得票柜可以有洞在下面吗？绝对不能，那是做票方便。绝对，以前我小时候就选举没事去看啊，都是要票倒过来给看，有没有像模式是一样，有没有瑕疵是最主要看，还可以去摸摸看，还要说哎来摸摸看，我们小孩子去摸箱子也可以。这个所以夹层是绝对是要做票。我说为夹层还有什么用途呢？你想有什么用途？就是因为8点早上第一个人投票可以先看一下投票箱有没有票，可是如果你有夹层在里面，他如果下面有票选民就看不到。可是去年年底中选会出来说他们的纸箱是没有夹层。那这个纸票柜它并没有大家外界讲的说什么底下有夹层这些这个其实大家都可以去看这个票柜底部并没有夹层，这是有关说纸票柜的这个部分。可是在他们的
设计中选会自己的设计图，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确实有一个夹层在里面，所以它自己的设计都已经确认这件事情是真的。可是他们在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在立法院还是怎么样，他们就是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中选会说没有夹层，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他们自己的设备也不清楚有什么对细节是什么。这个主箱哦本身确实便宜，所以会多造主箱，即使没有夹层也有很多作弊的方法，不像木箱封条就封死了，主箱很容易再弄一个来，像以前停电去弄一个新的木箱来，已经票已经放在里面了，那停电的机会。现在主箱呢很便宜 ，disposable， 就美国常发明这个 disposable 以后就很简单，做票就很简单，所以这个主张绝对经济理由是讲不通的了。OK， 那如果票箱有洞在上面，那他们可不可以就是说先把他们不喜欢的候选人就是放在下面，然后一起把它偷掉吗？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可不可以这样子做？对啊，就如果主箱夹层很多毛病就可以做，在下面都可以做，所以主箱是不可以。因为在台湾是只有纸箱下面可能会变成一个洞。对，这是保险箱。为什么保险箱不会用做保险箱？因为保险箱有钱，怕人家偷钱或白钱人换什么东西或烧掉，有很多可能，所以保险箱没有用纸的。这个票柜啊，就应该以保险箱的水准来思考。保险箱为什么要用铁片的？至少我们要做到木箱，不能用纸的。这个就是思考模式，要知道为什么要用。今天国家这个选举公正重要，或是省一条木箱的钱重要呢？大家思维就知道。只是木箱不做主箱，就是有毛病在里面，就想做不了。全国就对，那就是一总统大选，它是全国几乎全国都在用纸箱，在总统和立委选举。对，这个就明显是动机不良了。哦，你现在大家的时候不准怀疑大家，其实在疑中有疑啊，不疑中有疑才是是疑，怀疑是应该有的。好像科举时代作票那个作弊，考官是绝对要怀疑考生会作票，有人带夹层夹带很多方法，现在科技时代更要怀疑作票，所以老百姓一定要怀疑作票，读到证明没有作票之前都要有怀疑作票，不要说哦，现在什么时候还会作票，有越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越来越进步。美国现在都有上千列坐票，这可见是这个坐票为什么利益太大了，拿到权力，权力又拿到钱，所以这个民主时代选举一定要怀疑有坐票，才能够达到没有坐票。